手，看得清的人谁主，不只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狂，不只是有只有你能受，看得清的人谁主，不只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狂。咖啡在桌台上，有书会随便上，不要告诉我。真的就是你说大家都这么久没见了，刚刚上来就这么客气干什么呢？你说嗨哟，啊，真的我不辛苦，这是在哪儿直播？在家直播呀。明天要早起不？明天已经周六了，咱说就先不早起了。但是我明天晚上要回横店了，然后因为后面几天可能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因为喜欢半张脸，因为脸太大了，一个屏幕撑不进去，咱就是说只能半张。考试顺利，两头跑会不会很累？会有一点，特别是晚上赶高铁的时候。哦，我那天真的是在极限操作，你们知道吧？那天我买的应该是，就我买了一班高铁票，然后呢，那个司机师傅就是他老是给我送错，就是有一个上车的那个口，他搞错了，然后就本来其实赶得上那班高铁，而且就是时间还挺充裕的。然后就因为他送错口，我真的我一路狂奔，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横店它是有一个高铁站的口，离就是它装修完以后有高铁站的口，离检票口特别远。然后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在练体能，真的就是撒丫子就狂奔。我已经就是跑到的时候，我就是喘的已经有那个时候跑完800米的感觉了，就是喉咙里有股奇怪的，会有股血的味道，就是因为就真的差一点就要赶不上了。但我以前跑800米还挺厉害的，可能现在年纪大了，体能不行了，咱就是。我真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谢谢海底干饭，哇哇哦！
万圣节，谢谢。我真的就是，咱就是确实做梦也没有想到，咱居然还是以跳舞的形式，然后就是得到了一波大家的关注。我听见了风擦亮星河，等不到乌云诉说，我收到了花开在沙漠，等不来大雨瓢泼，我等着困意席卷的我。女明星每次说完话都要戴上墨镜，你们看到后面了吗？有一场我的墨镜是圆的，而且有点黑。我戴上以后，我去看那个回放，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算命的。然后呢，他们就一定要跟我说，他说没有，非常时尚。他说你不要对自己有这种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他说这种东西就是靠就是你的时尚感撑起来的这种单品。他说你要撑不起来，我都不会让你戴。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就弹幕上第一条映入我眼帘的是，这是在装一个盲人吗？只要我够盲，只要我够瞎，我就看不到这个男人甩了我。家人们，我才看到第五集就想打零九了，哎，讨厌，别这样啊。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如果别人说想揍我，我到底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不开心。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一整个大矛盾。谢谢山药蛋送的南瓜牌。啊，对，我今天还要把剩下的翻牌给翻了。我真的就是看完翻牌以后，然后就会有种啊愉悦的感觉。对，我跟你们说到哪，我其实想跟你们把我就是对零九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给说完来着。我忘记我刚刚直播说到哪儿。那是我们懵懵懂懂日子过。其实我觉得零九的话，就是在我的理解里，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你可能看到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就是表面很光鲜亮丽的那种女明星，但她其实还是个小妹妹。她可能就我的想象里啊，可能她还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小朋友，还是会把自己就是伪装的比较好，就是平时会用这种比较难相处的状态来保护自己吧，就是只有在关山哥哥面前会露出自己比较小妹妹啊，然后比较柔软的一面，所以才会就是对他的关山哥哥会作啊会闹啊，这是小朋友想要引起关注的一种表现。谢谢社交冷漠者送的眼睛，谢谢。在这年纪许的承诺都显得不负责，只能唱情歌，他听到就哭了。所以零九并不是真坏，只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的女人。但最后就是他没有得到爱情，他就搞事业去了嘛。对，我们女人还是要就是好好搞事业啊，家人们。对啊，他最后那句台词就是最后一次零九出场，他那句台词，他说什么我好好搞事业什么的，我记得。然后是本来导演说那句台词不要了，然后我说还是说吧，我说都没有得到爱情了，那我们零九就好好搞事业去吧，以后一定会成为大明星的。我相信在梦见狮子的世界里，
09瘦了8斤以后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09就是在被拒绝以后啊，就是那个爱而不得，最后就是没有胃口啊，就是进入了一段就是大 emo 的非常 emo 的那个阶段，然后就吃不下喝不下，然后就瘦了啊，瘦了一整个8斤，然后就变好看了，然后走上了事业巅峰啊，就变成了大明星啊，大明星。对啊，最后我们09一定可以变成巨星，然后也许会有一个很疼他的人出现吧，可能会有一个会包容很多他的小脾气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能带给他很多安全感的人。可能是开山哥哥，可能是可能是愚公爷爷。对啊，他肯定会遇到自己的愚公爷爷。长得也不看，想忙不出他，可我优秀的。之后瘦了，接了个戏叫唐小山。不，我是在演唐小山的时候还是有点微胖的啊，我只能说在演苏浅浅的时候瘦下来了，所以就是说大家也不要期待唐小山的我有多瘦。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焦虑，然后就是一焦虑，然后完了又是大冬天，然后就一直想吃东西，然后就当时状态不是很好吧，而且就是一直早起然后又晚睡，就是过劳肥吗？现在是这几部戏最瘦的时候吗？我觉得最瘦的时候还是苏浅浅嘛，因为苏浅浅那时候又是夏天，然后每天又出汗啊什么的，确实就是瘦的比较快。现在是最多维持苏浅浅那个时候吧，而且我就是这部戏的造型，就我现在拍的这部戏的造型我之前没有怎么尝试过，其实可能会需要再瘦一点，所以我还在努力。快了快了，唐小山应该快了。在这年纪许的承诺都显得不负责，只能唱情歌，没有了干嘛。他成绩不太好，长得也不高，镜头确实会放大。我记得四月份握手会的时候明明很瘦。家人，其实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们我在拍梦见狮子的时候的体重，我在拍梦见狮子的时候体重大概是就是刚刚过90吧，对，差不多45.6 5.7 5.8这样的。对啊，所以我在拍苏浅浅的时候瘦了8斤，也差不多才其实也没有太多，没多少，41左右。应该只是肿吧，其实因为镜头还是比较苛刻的，就是而且我一胖就胖脸嘛，特别是就是下面这一块，而且镜头它主要就是拍脸嘛，没有办法了。
对啊，咱也是就是一整个希望这个肉能听话一点，怎么就不能长到，怎么就不懂事儿呢，真是无语。明天周六啦，我明天可以睡得稍微晚一点，开心。其实零九嘞，就是说哦，就是当时在导演跟我讲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说零九这个小女孩呢，她是不坏的，她不是一个坏人，就她只是一个比较任性，然后像在幼儿园里就是那种，就可能是。就感觉是那种小朋友，只是有点欠，只是有点，确实只是有点喜欢为难人吧，咱们就是说。哎，然后我也说啦，就是我有一些地方就是会设计的比较，特别是对外人，我会就是设计的会比较凶一点，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零九啊，他其实很没安全感，他要用这种很就是让别人感觉他很不好相处的这种东西来保护自己。啊，对啊，那句台词我都惊了，我说怎么会这样，那句台词就是在那个谁叫我去跟那个老总啊然后吃一顿，当时我还在吐槽那个火锅，我说天哪，我说这一顿菜这是真拿得出手，全是素的啊，大家就是暂停看一下，就是那顿火锅的牌面啊全素菜局，怎么的是就是体谅我们女演员减肥呗，就是是非常明显的暗示我啊，零九最近该减肥了，家人就是。太搞笑了。哇，真的吗？但我自己看，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挺僵硬的，我有点尴尬。所以就是经常会就是得到一些现场导演啊，或者是对我一些演技上的点评，因为平时我们相处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可能会看着不会很凶啊，谁会在就是平时生活中相处就让人感觉很凶啊，然后就那场戏我一骂人，他们说因为我们是现场收身的，然后他们就说就被吓到哈哈哎呀，头皮发麻。
天公演不在哦，后天不在不在。电视不换了，我好像有点困了，窗外的雨也停了。什么时候发？你们想听的话，我就。上戏校园大吗？不是很大。我想要大声对你说，啊，谢谢，我可以当做这是你们对我的安慰，但是对，还是要多多学习。因为怎么说呢，确实我拍梦见狮子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就是摄影机啊拍摄这些东西了，所以当时拍第一场戏的时候我也挺紧张的。你们能猜到我，你们能猜到我进组的第一场拍的是哪一场吗？谢谢百变英珠送的万圣衣。不，我进场第一场拍的就是我在酒店抓奸。然后我跟你说啊，贼尴尬，那个高跟鞋啊，它是真的很高，真挺高的。然后那个酒店的地毯它又很软，导演的要求是我要非常坚定，就是我的老公在房间里，我现在就要去房间里拿房卡刷开那个门，然后我要把他们捉奸在床，然后我要用高跟鞋，可能我就要脱下来去砸那个女人的脑壳，就是导演说我要走出那种有气势的感觉。但我没想到就是我踩上高跟鞋我还是挺正常的，因为房间里就是我穿上的时候我踩在的是瓷地砖上，直到我一出门我踩上那个地毯，我的人啊就开始搁那晃啊，就站不动啊，就是整个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是脱离的，表情是一整个大生气，马上就要去捉奸了，贼凶狠，然后身就开始晃啊，就开始搁那晃啊。我真的，我那场戏因为没那么早拍到我前面还有几场在拍，然后我真的我在走廊里就是真来来回回练了好几遍走路。非常尴尬，而且那个高跟鞋可能稍微有一点大了。到后来就是我走，我就是我的脚趾抓不住它了，因为那个高跟鞋它是前面那个脚趾的地方有一根比较细的带子捆在那儿的，然后我需要靠我的脚趾啊，稍微用力，稍微的拱起来一点，然后去抠住那根带子。我才能就是带动那个鞋，就是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往前顺利的走，但是后来就因为可能，我练习的比较多，再加上，确实那条走廊挺长的，咱就是到后面就是脚趾没有力气了，勾不住它，然后就是那个鞋啊，就有点像，你知道那种拖着高跟鞋那种感觉吗？就是每一步子走的非常沉重。当你的脚趾好累，确实啊，我的脚趾真的很累，不但每天还要就是疯狂抓地，而且还要起到抠鞋的作用，那简直就是拿一份工资打两个人的，就干两个人的活了。决定，就跟随胸腔心跳的声音。
然后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一段 QQ 炫舞主要是我跟付金跳的时候，我俩还都要表现出就是两个人就是势均力敌，然后谁也不让谁，两个人都是非常自信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拉个玻璃钻他，你们可能看着觉得我们跳的就是还比较带劲儿哈，但是地上的那个玻璃瓷砖真不是我跟你们吹牛，它真的就是一踹就开，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玻璃砖呢，你真的不能用力的用脚去踹它，它真的就是会被踹开，然后你还得用脚非常小心的很尴尬的给它抠回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当时真的跳的非常的困难，而且就是舞蹈老师就是在现场会给我们就是即兴的加一些安排和动作，就是有一段就是我跳跳跳，我就一整个大自信的然后就往前走了，然后呢附近他要跟上我，最后老师的要求是你们要走到一个点的时候一起就是做那个落手的动作，就是要两个人就是非常心照不宣的，就是啊两个人做了一样的动作这种感觉啊，救救我好吗？然后我往前走了，我确实不知道他要啥时候做落手的那个动作啊，我就走上前，然后我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上来，我就一直在等他上来，我说啊他到底要什么时候上来，然后我就开始撇，我就开始偷偷的瞄他那里，我说他上来没有啊，他站到我旁边了啊，那个亮晶晶的衣服我看到他的反光了，然后我就看他的手啥时候抬上去，然后我就把我的手啊也抬上去跟着他一起降下来有这一段，哎我天家人真的有这一段，哎我看得非常仔细，真的你们不要妄想跟我 battle， 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就要现在就是要给你们放一下了，就是咱们说要跟你们好好解说一下家人们，你们真的不要再为难我的脚趾了，就是说人的脚趾真的是会累的好吗家人们，孙珍妮的脚趾，求求你们不要再跳了啊，救命好可怕跳舞是第几期啊家人们，我看到杨姐看了啊，咱就是说不想让这种尴尬的事情就是出现在家人面前，真的会变成一个被拿捏的一个点。行，十三，很好。啊！救命！这可能是我，就是这半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想听到的一首歌，家人。而且咱也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当时，老师要求我们就是要动嘴，就是假唱啊，就是要对上那个歌词。然后我就是在看看这个就是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全没有按照我的口型来剪哈。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对口型对的那么辛苦到底是在干什么，有点难过，咱们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就是咱们就是对口型对的可以说是相当那个一个精确哈，我以为就是他要按照那个顺序剪啊，没想到就是啊居然没有按照那个顺序剪，那么我们开始了哈家人们，
等一下哈，主播要做个心理准备，因为主播自己在看的时候还好啦，但是要直播看这种涉事的东西，说实话还是有点就是担心影响到主播的职业生涯，就是等一下哈，主播要稍微缓一下。谢谢华氏香蕉，咱们就是说，行吧，那就是说，OK， 那我们，我们现在稍微的来观赏一下啊。啊，你这是？倒也不必，咱就是倒也不必啊，这种牌面不用上来啊，家人就是说。哦，哎，我说实话，到这里都还正常呢。不愧是关谷大大。开玩笑，就那个招。啊，你这是什么活动啊？拜托。谢谢各位弹幕的坚持，就是还在有弹幕说孙珍妮挺可爱的，谢谢。咱就是兄弟，你说真的吗？收了多少钱？有钱一起赚呐，兄弟。哎，这真的就是像在看公演，咱们就是说，哎，谢谢这个弹幕说零九跳的确实不错，哎，天哪，真的是，这怎么好意思？真的有这个，就是我在等他，然后一起降手的这个动作哈，大家注意一下。我跟你们说一下是啥子时候哈，我真的有就是在偷瞟的，就是像这个就是为什么瞟的那么好，主要是要依靠我就是公演的时候啊，这话不能随便乱讲，我公演的时候其实不太忘动作，咱们就是说想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容易忘动作嘛，然后就是想看一下自己跟前辈的动作有没有不一样啊，就是说啊，当年啊，就是经常在星梦剧院的舞台上寻找前辈们的身影，然后就是练就了这一神技，就是看旁目不斜视的看旁边人做到哪一趴动作啊，这是一个技能啊，咱们就是说请大家密切关注一下15分26秒啊，孙珍妮就是一整个大卡上落手那个点啊，非常完美啊，咱们就是说。啊，这段打斗的地方真的要跟你们好好讲解一下，当时老师跟我们说的那个感觉哈，当时老师跟我们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嘞？就是可能没有，就是具体的没有拍出来哈，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出来，就是两个人一起降手了以后嘞，就是互不相让嘛。就是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然后当时嘞，那个关九啊，就是想要肘击零九的头啊，零九就发现了，然后他就蹲了下去，然后躲过了一击啊。然后呢，零九这个是什么？零九回身，然后又扒拉了一下关九的手，又躲开了他的第二招攻击，然后轮到了零九攻击，然后零九使出了装可爱喵喵拳，就是一边装可爱一边暴击关九大大的捶你胸口那种感觉哈，救命。然后关九大大以一个非常标准的 wave 躲开了我的攻击，然后把我顶开了。
然后我们俩呢就是一整个华丽的大转身，然后非常就是牵强的背靠背，最后就是要坚定的看向前面啊，咱们就是说九那就是说咱们就到这里就可以了哈，就是跟你们讲解完了，有没有就是感觉稍微清晰一点嘞？就是在我们看似炫酷的舞蹈动作里，其实混杂着很多打斗哈。真的很复杂，当时就是舞蹈老师在旁边跟我们解说的就是这样的。虽然我和傅金就是当时两个人，我们俩感觉都非常的为难，但是我们俩还是就是尽量的做了。假摔倒是一整个大明白啊，当然了。咱们就是说，行啊，就到这啊，咱们这一趴就到此结束啊，再就不要再提了啊，完全不要再提了，咱们就是说，不客气啊，主播也就是怕你们看不懂，特地来跟你们讲解一下。啥时候回横店？明天。扯头发看一下。为什么要老是喜欢让我看这种自己被殴打的戏份呢？咱们就说啊。好喜欢珍妮的口音，谢谢，只要不是上海话都还挺好学的。头发扯得疼吗？不疼，就是这个是演的，咱们没真扯，当时雨丝扯得很轻的，他还老问我疼不疼，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事你扯吧，因为他太轻了，就是他只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把手搭在了我的马尾上，我不知道他往哪扯你知道吗，所以我的头就是不知道往哪使劲，我说稍微带带我，我说你莫紧张，我说你稍微就是让我知道你的手啊再往哪儿用力是吧，否则咱的头也不好找，然后就后来是他稍微就是没有使劲儿，家人们真的没有。我不会说四川话，我只会说川普。谢谢，谢谢，谢谢。我想想还有哪一段比较搞笑，其实也没有。没有很搞笑的，就这是一个谜，你知道吗？咱也不知道零九的本名叫什么。哎，其实不是很想强迫自己看这种东西，但是就是还是想知道自己的
可能一些比较眼睛比较稚嫩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就是强迫自己稍微看一下，为难一下自己的脚趾，就是。我的脚趾真的就是每天都在说您另请高明吧。啊，但我说真的，我自己看下来，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天哪，原来我生气的话表情是这样的，好凶啊。拥挤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我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是个男生都会喜欢。有一场我忘了是什么，我现在只记得有一场是我要抢刘希婵的衣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按我的尺寸给我改，那一场我就记得，然后我就演完，然后姐姐就到我旁边来跟我说，她说别那么凶，然后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改了，我说 OK。 其实零九的凶真的是他对关山哥哥的凶和对其他人的凶是不一样的，他对关山哥哥的凶是那种撒娇式的凶，他对其他人的凶是那种真凶。就我明显记得他在，因为酒店那场是我进组以后拍第一场嘛，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我明显就记得当时问说我的衣服呢，刘希婵的衣服呢，就是明显是还在撒娇那种语气，然后一到别人那里就是按我的尺寸给我改，就非常夸张。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零九对喜欢的人就是不一样嘛。这是传说中的一些双标，咱们就是说，人类的本质就是双标啊，咱们就是要把它融入到表演里面去，懂了吗？什么看剧习惯看圆圆脸，现在有点不习惯了。哎，我跟你们说过吗？我拍天湖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我拍天湖的时候的现场副导和我在拍那个狮子的时候的现场副导是一个姐姐，然后她当时就非常直白的问我，对，非常直白的问我，她说哇、wow, 我真的不想回忆，我现在就是看到那些片段我才知道，天哪，原来他说的是真的。我当时还就是在安慰自己，我说啊，不会的，应该不会差那么多吧。别慢了，别慢了，我再也不吃了，别骂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长成那样的，真的八斤全长在看得见的地方了，我太难过了，烦死了。
别骂了，别骂了。还能看到铁刘海顺着你吗？哇塞，你这个问题提的真非常危险。婴儿肥不是，确实，咱就是说婴儿肥一整个肥到20岁的大状态，20岁还是个婴儿。但我真的就是想知道，你们看，我笑起来就是这里会有一坨肉。就是在我最瘦的时候都还有，就是咱们已经彻底一整个大放弃，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管它。你大笑就没有了，当然了，我大笑张嘴怎么会有肉呢？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皮肤不好，最近长痘了，在这半边脸。耶，痘呢？这好像有，哎，好像消了啊、哦，不好意思，咱就说。啊，挑时机长痘啊，就是说在不拍戏的时候赶紧长啊，要有事业就快消啊，都是懂事的痘痘哈。好像每次都喜欢这边长痘，因为可能我睡觉喜欢睡这边嘛，压着就长痘。想看妈妈的截图，好吧。但是我想发在 vlog 啊、哦，对，不是 plug 里。好呢，今天会早点睡的。等一下下直播的就是。我真的会早睡的，因为今天也起得有点早，很困。啊，对对对，对，放心吧，我会翻的。好了，正好这首歌也结束了，我要下了，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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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拜拜，拜。